啤酒杯摆下来，天就摆下来，一摆了手脚了，倒倒倒倒倒翻得个呀！吓那个都黑上只锅哎！你把阿拉原来比我重，哈哈，比我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好发音不能出没的王秀库。那么我前面呢，在建国东路的时候啊，看到了一位非常有意思的老爷爷，他呢也很热情，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。那么现在就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哎，那个叫什么陶桂英是吧？好了，哥们来进去吧。又到了，又是一个倒马桶的地方。又是个倒马桶的地方。倒马桶。你现在是？你今朝要麻烦李老师了啊！啊，是的，一晚上是的。嗯。伸手了，伸手了，伸手了。哎，你要迷宫了。哎呀，刚学着嘛，给，干啥么子了？啊，厕所给。哦，快点弄屋里了。啊，估计弄屋里。搿侬现在一家头住还是？我原来也一家头呀。哦，一家头住。老早嘛，阿拉爷娘了啥了嘛？爷娘嘛，现在嘛老早走脱了。啊。我现在。搿侬今年有多少？我现在吃得多了。哦，吃得多了已经。老是爷娘了，老是这样子。嗯。哎呦哎呦，还上得去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这个怎么九七九呢？九七九，哦哟，死了干瓜呢！九七九，我今天早上五万个辛苦，哎，辛苦头五十哎，搿搭啊，另外个，这个收喜楼，你个喜楼，啊，喜楼，哎，搿侬是死了三楼，啊，死了三楼，三栋高，现在后头翻过来，嗯，哎，哦哟，搿侬天天上五万辛苦了，啥的都是，啥的，烧饼我自家弄个。改成厨房改了现在。哎，也是，因为为啥子？现在是别人在搬脱了嘛。啊。都嘛，阿拉老早了四五家人家了，现在只有两家人家。哦。咁么，我用厨用我就是。哦，是要改造一下，倒蛮蛮好。那前头呢？就话前头，前头开始整修嘛，老李上来。上来。上来。上来了。我出，那头一次来个来看看嘛，我到家了咯。那我不铺，我不铺铁道丝，侬铺啥么啦？侬来看看了。等侬到个地方往边个，天高地窄一点个。嗯，哎呦，空调开了开了。哎，空调开了。哦，有个地板墙嘛，搿屋头啊。那个墙得来一塌糊涂个。哦耶。那个地板墙糊涂，地一塌巴的。啊。我那养鱼缸了。哎，那三层的，三层鱼缸。老三老三。原来我的小人，这个是我这个是我阿拉儿子修修弄的。哦，那你是修修弄的。哦，搿是侬，搿是侬，哦，搿是侬，我年纪轻了。还有啥？阿拉儿子。啊。阿拉儿子也十一了，也现在了虹桥高铁。虹桥高铁。哎，是做看电脑。哦，看电脑，看电脑。看信号。哦，看信号啊，蛮好蛮好。现在高铁嘛，你条件挺好了，挺十一了，也现在十一了，挂的这个当兵回来的。原来机顶的，哎，原来机顶，哦，搿搭就变平了。原来迭个房子叫三层阁，侬问㑚爷爷就懂了。三层阁，老早勿迭个勿叫楼，叫三层阁。三层阁，阁楼了就是。叫阁，哎，阁楼，叫三层阁。老早三层阁个房子呢，没迭个窗子，是老虎窗。那对过人家就是看得上。啊，老虎窗。对过人家就是像了老早一样，老虎窗。那么阿拉来了之后嘛，来了八十年代辰光大修，翻来翻去，改善摆了改善一下。嗯。嗯。那么到了改善一下是翻成。飞了四岁的车子哦，没有哎，好吧，又发给他，哎，您倒来倒去，这个那就是，你把这啤酒杯倒了，哎，对对对，要过不去，这早上倒没酒，我两个朋友来吃老酒，啤酒杯摆下来，天就摆下来，摆了手脚，摆到现在去了，倒翻得个呀，嗯，搿地方看到个房子，对吧？地方，你看不晓得就看过几个老人，外表看，俺来搿条马路已经老漂亮了，对吧？是是是。过年才喊那个都喊上只锅哎，你把阿拉现在比我做，哈哈，比我做，阿拉比我做过来，现在上只锅倒不是我做的，对吧？老早鲤鱼肉、蒙子肉啥给你，嗯，谁炒螃蟹谁炒螃蟹，十块钱，这个农那些农户买不来吃的，那伢伢才吃，对吧？哎，老早十块钱那个米个米这个糖葡椒，上海呢，老早卤下去一个糖葡椒，一个太平椒，就一星期的太平椒、甜椒，老早三卤下去三个椒呀。对吧？有名的呀，对吧？我讲侬身体还可以吧？身体还可以，高血就高血啊，搿也是是上官病啊，搿蛮厉害。老年是遗传啊，吃酒咯搿种物事。哎呀，我酒勿吃，我酒香烟侪勿吃，侪勿吃，搿蛮好。搿蛮好，搿蛮好。十多年勿吃了。对，搿还是要戒戒脱的，为了身体健康。我呢，
本身有爱好物事也蛮多，蛮欢喜爱好。我倒是读书话、工作话，依然欢喜爱好。搿侬，我头么老早侪自家做个。哦，搿是事侪侬自家做。哦，搿侬动手能力蛮强个。是的，侪自家做，侪自家做。所以我头侬侪自家弄个，侪自家弄。想弄下去，想弄下去。手工对吧？欢喜手工。哎，那么我刚刚嘛自家好了修家电做啥子？哦，那会修家电的。哎呦，搿侬是结棍个。我老早一个修家电个区里向老早说，这个叫刚刚里搞房屋是塞下去，塞下去，老早不是搞专门搞房屋嘛？哦，搿反过来走，搿搿办法好，搿阿拉就正规了。算了，我还是我要正规来走嘛，是正规。前面那个。哎，出来走了，搿。你上去走了，顾爷爷，好吧，这位下趟来看侬，啊，这位，这位，这位。这位顾爷爷心态非常开朗啊，而且动手能力非常强，家里的很多一草一木都是他亲自打造的，我呢一定要向他好好学习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啦，喜欢秋裤的也可以点个赞点关注，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与秋裤进行交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大家再会。